文竹的寓意是什么呢？文竹寓意着永恒，同时还代表着爱情以及婚姻长久幸福，适合在卧室的环境中摆放，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。日常摆放在书房之中，也可以增加书香之气。文竹还寓意着友谊，好友之间可互赠文竹，象征着朋友之间可以长久幸福，同时还能寄托着对于朋友真诚的祝福。在观赏之余，文竹寄托着多种情感，可睹物思人，适合摆放在室内的环境中。文竹是具有极高观赏价值的植物，摆放在室内的环境中还可以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，可以将空气中残留的有毒物质在体内转换，释放出氧气，清新空气，对于人体呼吸健康有很大的益处。另外，绿色植物还有缓解眼视疲劳的作用，